小红，小红，你在哪儿呢？耶！给我打烂了，你就。大伙儿，大伙儿，回来，大伙头。 真的不冷吗？我真的不冷哎，我感觉你格外的冷，不要再。我真的怕热，不怕冷，我真的好奇怪。我很享受现在这个温度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。纯素颜出演。 不知道，不过天大地大，总有我们容身的地方。你要想好，此一去，便是真正的离经叛道，不容回头。离经叛道，离哪本境，和何方道？安正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们一起许下的诺言？许我为无限。 能够一生锄奸扶弱，无愧于心。许我一生锄奸扶弱，而如今你告诉我，孰强孰弱，又孰黑孰白，魏婴。 这难道就是你我誓死守护的诺言？只恨我在当初围猎之时，没有坚持阻止亲事，以生人做诱饵，否则温宁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 已经错过一次求人的机会，这一次无论如何也不会放手。更何况，我必须要救他。
蓝湛，如果我和他们之间必有一战，那我宁愿和你决一生死，要死也至少死在你韩光君的手上，不远了。